よいしょ、晚安。どれがいいかな、クリア晚安。レック晚安。三期公布了但我还是只爱你。 CC 晚安。冠宇晚安。超爱你的晚安。今天超喜欢卢卡的晚安。晚安各位，今天要亲亲卢卡。晚安卢克。冰特贤晚安。大家晚安。 Sorry， 让我用一下我的头发。谢谢中我，你是最闪亮啊，讲错了，你最闪亮晚安大家晚安。过得好吗？这几天过得好吗？昨天原本有四周年公演，我原本今天礼拜一要开，是因为礼拜天晚上没办法开嘛，所以想要隔天演唱会隔天就开一下，对，不然我礼拜一不会开。今天那个手势也太可爱了谢谢，好想你，我也是。晚安。晚餐吃了，吃很多，今天吃 1.5 的白饭啊，1.5 倍的白饭。波达晚安，卡丘晚安，洛克晚安，谢谢雷古的血槽，吃饱了，晚安晚安。谢谢洛克的相遇，昨天演唱会很棒。雷俊昨天看什么演唱会呢？我也不知道欸，该不会是地下妹妹的演唱会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演唱会啊。哦，谢谢谢谢加入我的粉丝团，应该是加入了吧。没想到卢卡跳那首 UNIT 没有想到吧。好，一晚安，辛苦了。哦，6个月，对不起，不是1个月。谢谢 CC 加入半年的啊，续费半年的粉丝团，阿里嘎多。我猜一下要多好，等一下。猜一下镜头，有变好看吗？某人跟我说的，我有逆还有逆转王子，太坏了雷军，我有看到雷军啊。孟海晚安 ，Plus 晚安，5天前过期哦，原来如此。谢谢 Sam 的守护灵，青云晚安，不小心按到6次，应该不是吧？卢卡晚上好，好想你，我也是，晚安。大家今天这几天感觉有很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哦。你们看完三期生有什么想法？昨天还有比演唱会更精彩，今天最精彩吧。我还没看新妹妹的影片呢，你可以先去看呢。没什么感觉。洋洋晚安，你比较漂亮，还是只爱卢卡？最小的好小。跟我差14岁的样子哦，还超过他的年纪最小的12岁，然后我现在26岁嘛，嗯，差14年。看完三期生心如止水。勇哥晚安，笑笑晚安，你可以下班啊，滚，对不起，这不是念你，快可以下班，上班加油。我没办法只看脸就决定推，对，我也是。谢谢 YU 的相遇，卢卡晚安，想你想你，吐司晚安，我还是喜欢1996的。话说，我以为有24岁的研究生，但没，还是没有。我觉得风评被害，连韩寒都说我一定喜欢最小的那个。那实际上呢，最小的跟你超过一轮了。对啊，第二小的也超过一轮了，而且有小你一轮，有2个小我一轮的，可以看你的翻译影片如果我努力一点都可以生出来。樱桃妈晚安，新福谢送我相遇。年纪最大的好像是20岁吗？没算错的话，嗯。什么12太老他不喜欢
啊，对啊，对他来说，萝莉的标准可能就是国小生以下。哎，他不是国小六年级吗？啊，不是不是，他是九月开始变成国中一年级，爸，是吧？我都快大十二的三轮了，亲爱起来哥晚安。有一位不是十四，对啊，没事，这边有大八轮。Cody 晚安。实际上目前看起来想先关注言，抱歉，我还是看 Luca。阿瑞晚安。我另外 Luca 讲的就是你才能三期だけだよ。哎，なんか増えてない？あれ？増えてません？ Luca 还没遇到三期本人吧？早就有了啊，早就有了。但是我第一次今天看完影片才知道，哦，原来只有四个人。对，我到今天看影片前都不知道最后到底有谁加入。嗯，也许大概大他们100岁而已，差好多、哦。我大一季而已，被叫前辈的感觉如何？早就习惯了。对。但是我第一次，我应该是第一次跟年纪那么小的人相处，我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的相处，因为差14岁就是有点像我在国中生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幼稚园吧，还是还没出生？哎呀。你当初遇到比较多人哦，对啊，但当初也其实也没有很多。嗯，他们有帮你买饮料吗？没有啊，目前培训什么的都没有跟他们一起，对，就是打个招呼而已。谢谢送我行李箱。你没看过三期是哦，嗯，就是他们签约之后我就没有。再也没有遇到，对，然后看影片才知道，哦，原来这次只有四个人这样。哎，其实只有四个人很好啊，就是很容易被关注，对吧？我觉得越少越好，哎。卢卡一定可以的，这次才收四位，可能该担心 TP 的未来了。我觉得四期生应该不用，应该快要甄选了吧？我也不知道，欸，应该明年可能赶快就收实习生。话题跟我吵可能有点难，想起你的中二魂呢，跟12岁的相处，就是我以前就是国中的时候去幼稚园体验一下当幼稚园老师带小朋友啊，就是那时候的小朋友。现在跟我参加同一个团体的那种概念，14岁真的差有点多，真的有点多。把他们当卡妹教训，有一个是你上国中的时候还没出生，对，你国中的时候12岁，那位可能还在肚子。卢卡都中二了，他还没出生。其实我这个年纪可以当他的班导。对吧？现在班导，其实台湾的国中生啊，国中生我不知道，国小生老师没有很年纪，其实没有很大的，都是20，最年轻就24就有了，一定可以的。我们单位医院实习都比我小快10岁。12歳はパシリ先輩想像して大爆笑。いやでもそれぐらいちっちゃかったら。さすがに優しくすると思うよ。逆に向こうが怖がっちゃうのか心配。这个倒是真的，没把当做 bug， 我也是第一眼看到就你，开心。啊，谢谢什么啾啾你，谢谢强哥。那时候12岁出生，我国一。那最小那个出生的时候，我刚上大学，超可怕。搞不好我在幼稚园实习的时候有看过，对对对，就是那个感觉。虽然是这样说没错，但四位感觉太少了，但很快就要补了吧？要等四周年才会公布可以看到本人。如果中间没有什么公演，
或是演唱会的话，应该是这样吧。那么快，事情马上接着开始吗？哎，刚好四个人呢，可以唱前座了，对不对？那就我们二期生就不用去别团了。陆凯老师好，差不多还好啦。台湾有职棒选手40岁了，从小看他打球的小朋友都加入，搞不好还会再加两三人乱讲的。大概就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当代课老师，谢谢松啾啾你。那如果现在这个四位，你想特别照顾哪一位吗？哦，我这种的绝对不会说，因为不会被选到的，不觉得很讨厌吗？对，如果真的要照顾的话，每四个都要好好的照顾。对，那笑笑这次看到谁？谢阳晚安。チチとか保育園幼稚園の資格を持ってるじゃん。あ、資格持ってるのかな。その辺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なんかそのそういう学科に通ってたのは知ってるけど。但 reset 也快了，对。现在他们每一场都要跳哎。我们之前也是啊，三场都跳哎。喂，为什么三期生不行，二期生可以呢？卢卡不用前座了。对啊，但一个都不能缺席，只要有人请假就要让卢卡补了，没事的，我们二期生也可以的。年纪太小晚上只能上，哦对吼，对耶，年纪太小是不是就不能参加 reset？ 对，等一下14岁可以吗？12岁可能不行吼，等一下哦。我想一下，10岁可能不行哈，是15岁开始可以，还是15岁以下不行？有点忘记啊，还是16岁以下可以在？因为我突然忘记，之前好像妮就中间就突然离开，好像是16以下啊，16岁才可以不用这样，对不对？哦，对哦。卢卡都全称，卢卡讲滚吧哇滚吧哇，对呀、啊，二期生最可怜哎、欸，你马上把其他二期生拖下水，我们不需要二期，而且没直播哦，对，直播是几岁可以？13岁吗？忘记了，等一下，当初你加入是14岁对不对？然后他15岁才可以哦，所以要等还要等一年是不是？年纪这么小进来可以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哎，看公司，看公司会不会帮他们申请工作证？15岁才能直播，了解。所以目前二期生只有两个人可以，不是三期生只有两个人直播。8:46。哎，可是他们其实前上完前座就可以一直在下台。那这么年轻进来干嘛？提早拖下台就好，单纯前奏应该还可以。对 ，MC 部分，对，一开始进来一定没办法讲，四个人讲 MC， 可能要有一个人，有一个或是两，应该只有一个一期生或是两二期生跟他们 MC 这样。Luca 怎么会教育三期生？我应该不太会教育。除非被要求。そうね、16歳にならないと配信見れないもんね。不然选年纪小的进来做什么呢？这个要问公司啊。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做事啊，对不对？之前第一次看公演，想说为什么成员下台。晚安，阿北晚安。年纪不到16就不能参加晚上8点之后的活动，了解。直播要16岁吧？是吗？我记得是15岁啊。等10年之后，你就可以第三期生唱10年。还有 MC， 睡了上完全之后就可以在后台拍照了，不错不错。MC 2应该也可以。
对，如果对、啊，应该是，而且晚场就只有一场嘛，对呀、啊。三季来就跳全座，但新公演搞不好没有全座，对，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卡路卡带他们 MC， 我带他们，应该会变成很乱的状态哦。他们可能觉得，啊，这个姐姐好难聊天哦。现在就给三期他们 MC 会悲剧，一定的啊，苏菲几个人本来就有这种上台的经验，对，我一开始连讲一两句都没办法讲，因为一上台太紧张，然后就忘记台词这样。啊，这是什么？啊，我的双眼皮贴了，笑死！音乐剧教育，这是什么东东？但三崎生如果不想听前辈建议，不想听的话呢，嗯，我也不知道哎，只能让他们那样吧。志宏晚安，卢卡胶水怎么掉到石油王？这个我最想知道的好不好？哎，花生圣魔术晚安。那边那个三崎这边50块去买10个甜圈回来，记得找钱，才不会做这种事。BC 晚安，很乱的状态就是我想看的，乱乱的有效果。这个姐姐好凶哦，卢卡不能在他们 MC， 他们还小不能开车。哎，我才不会在上台开车，应该吧？应该了，嗯，应该不会。他现在已经，你现在已经可以讲一两分钟了，眼睛长到手上。你那时候讲了什么呢？我们二期生这几天，我们二期生的这段期间呢，就是有一期生前辈的关注，还有老师的教导，然后我们都好好练习了这首歌。请大家好，多多欣赏。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请听，好想见到你。就这样，对，其实我有点忘记了当时讲了什么。反正我上台前，我上台前我就练习了，我就练习了，我要这样讲，我要这样讲。但是我一上台，我要讲什么？就是讲话比现在还要卡卡的。只有一个成年的，别开车，教育比较好。原来是团长，眼睛长手上。又一晚安，卢卡姐姐教我怎么呛粉丝。哦，这种我一定可以的。卢卡掉我。哎，掉掉笑笑的心了。记得你第一次公演超紧张，不止他啦，大家都很紧张，好不好？首先要准备石油丸喜欢吃。如果最小成员叫你妈，你会接受吗？叫我妈妈吗？我没有很喜欢被别人叫我妈妈，我觉得我又不是你妈妈。三崎有很会运动的吗？我哪知道，我又没看过他们跑步的样子。卢卡晚安，刚下班，顾家晚安，辛苦了。屁股开花花不算开车啦，不算。卢卡提都说87而已，才不会开车，那是87/56的87，不是北七的87，不一样哦。不然可以带他们玩九九乘法表。也有可能换三崎生跟我说87。我好了。记得卢卡第一次直播很慌张，好有趣。真的，我人生中第一次开直播，当然很紧张啊。我跟陌生人聊天也都那样啊。啊，你好，我是空铁刘家，好可怕哦。我就很喜欢看这种很晃的、很可爱。
你的确，你的确很会呛粉丝，尤其我哦，你最好呛啊！爱我的心不是怡珍妈妈，怡珍不是妈妈，怡珍是好妈咪。台湾没有小女生会运动，要去哪里找我的心？那你会揍他吗？如果跟你说八七不会啊，但是如果要揍也是节目效果。小女生说上八七，哎，会不会让他们吓到？现在年轻人已经不流行说八七的卢卡，好哦。台湾小女生体育课都会请假，紧张的卢卡好可爱。我们甜甜圈很多都开过了，16岁那位专长说泰拳道，哎，哇，好厉害哦 ！M87 Yonez 的歌，嗨嗨，主播晚安。一発目の配信っていうつもりは多分あるけどね、めちゃめちゃ緊張してたと思う。てかね、あのうちの私の部屋があんなに電波悪いって知らなくて途切れ途切れだったらしいよ。めちゃめちゃ緊張してた。でなんかね、手にぬいぐるみか何か持ってずっとずっとブニブニしてた。但是你第一次握手会就感觉不紧张。啊啊，对，我面对面比较不紧张。我最紧张的就是跟别人打电话，视讯电话我就紧张。然后我一开始以为直播就是很像视讯电话。但是其实差蛮多的。我第一次开直播就喝酒，不用紧张。怡珍回来应该很开心，她很喜欢小妹妹，应该吧？对，希望是乖乖小妹妹。怡珍也不喜欢坏小妹妹。阿奇晚安，应该会吓到他们。对啊，我都直接骂我同学。嗯，泰拳道是什么？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这么说？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谁，好困扰哦。什么意思？他会泰拳道，你会下叉道？嗯，我第一次握手比卢卡还要紧张。泰拳道的小妹妹要不要跟我们宫田流泰拳？笑死！跟诊所柜台打电话吗？之类的，就是跟陌生人打电话，我会超级紧张。握手会不就是面对面吗？对，就是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啊，就是，就是因为我平常讲话都是看对方表情，然后才判断他现在在生气还是难过还是开心。对，什么对野小妹什么意思？伦娜的晚安啊，跆拳道原来叫披萨会紧张吗？当然了，所以我都用 APP 点餐。嗯，我真的不喜欢跟别人打个电话，尤其是中文，因为我有口音啊，他们听不懂怎么办？人家是跆拳道，你是泰拳。我跟陆可握手戴口罩。就是看眼睛啊，看眼睛，还有这里眉毛这边，还有讲话的语气，对。怎么会听不懂呢？谢谢送自由包包。你有没有香菜 APP？ 什么是？你又没有香菜 APP？ 什么意思？怎么会听不懂呢？常常以前我在做服务业的时候就常常发生这种问题啊，我都听不懂对方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听不懂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听不懂就听不懂。你用 APP 叫没有加到香菜，只好打电话去骂人了，哦，就只能放弃。你现在进步很多了啊，应该多多少少有吧。对，但我还是被打电话的时候被别人凶，我会很难过。跟他再说一次，对方讲太快，有时候对，有时候对方讲太快，然后有时候，他讲的东西我听不懂，
因为我平常讲话都是用手的动作跟对，可是打电话的话一定只能靠自己的声音，对啊，对不对？所以我讲的不好，对方就听不懂。像是刚刚的泰拳道跟跆拳道，如果我一边讲话一边做跆拳道，这样就不会，就可能他听得懂我的意思，对。不会，我觉得电话只是讲几句，会根本听不出来你是外国人，会啦。坤坤晚安，集体动作补助，对对对，没错，我听得懂啦，只是故意。我最不喜欢打字，打字很难，我也是，打字更难。啊，可是最也我也不是最讨厌，我最讨厌是电话，再来是打字，最喜欢面对面。跆拳道其实是用腿的哦，是哦，那跟泰拳道一样。那这是什么空手道吗？但是刚刚其实我们都听得懂，因为直播是有字跟声音还有手的动作都可以用，所以压力就没有那么大。而且没有面对面的话，有些人口气会很差，对，这是真的。肢体动作，好，对不起，不是集体，肢体。我感觉最近太吵了，有吗？我也不太喜欢讲电话，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插话。空手道应该是吧？对，应该是空手道，好吧？连看得懂，连看得懂我错字连篇的中文了，好厉害！小易晚安，那是闪电，也很像气道啊，和气道感。打字看不出语气，有时候会误会哦，真的，这是真的，我常常被误会啊，我以前常常被误会，然后对方就很不开心，然后我是因为这种事被骂的话，我就决定，好，那我以后就不要跟你聊天哦，这样。怕痒吗？对，因为我觉得刘海很长。我也好喜，好想跟路旁边的妹说话，为什么会好久？没事就好，我原本都一直以为我怎么了，看来想太多了。真的吗？阿泽晚安。最好的还是面对面，对呀，但路卡又懒得出门，对。刘家懒得出门，刘家就喜欢刘家。等一下，雷军怎么突然跟我说对不起？我刚刚讲了什么吗？怎么突然跟我道歉呢？有家的部分，但打字还是比讲电话好，可以花很多时间要想打什么内容，对，但有时候打字不知道要怎么结束啊，对不对？就觉得对方要回我，我应该要回他吗？对，有时候会这样想，就是不知道才会烦恼，雷军做了什么坏事呢？打字给你，我去你家找你讲好了。雷军是不是去坏坏了？雷军到底？谢谢安送我香芋。深沉晚安，什么之前的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哦，今天还好，我今天还好。有拍直播，对，我原本今天心情没有到超级好，没有很好了，对，比较想跟别人聊天，不然我一个人在家里真的，我真的只能跟碰奖聊天。那碰奖，你知道现在碰奖在我的床底下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可能太多是卢卡想不起来哪个，雷军昨天有去地下吗？我不知道耶，怎么说呢？雷军该不会，卢卡怎么了？心情怎么了？怎么了宝？今天可以，这个字怎么念？示范吗？示范，范放
释放，释放，对吗？可以跟我聊天呢、啊。你怎么能发生什么事能说吗？这边的人，对，所以你发屁啊、发皮，发脾气的皮是吗？为什么心情不好？那我们来大叫发脾气。如果可以的事，可以跟我们说的吗？哦，对啊，当然是可以的。对，不要拍床底下，不然我会被出击。不会拍啦。其实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我房间的床底下有很多东西。释放，OK。啊、哦，发泄。等一下，这不是脾气的皮哦。啊，好痒。所以发生什么事也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对，就觉得什么莫名其妙被呛的感觉，是因为要唱泰文歌吗？哦，雷君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唱泰文歌呢？啊，完全不一样，也笑死，脾气的脾，只有上面的这个。这个部分一样而已，完全不一样。谢，这个字还可以用到什么谢？谢什么谢？你被呛了，所以你最近心情不好，也不是最近，今天而已。我就问问卢卡怎么被呛了？谁敢呛你？还有谁敢今天再可以唱了？对呀，泄气泄洪。感觉我都不会用到，没事啊，没人再呛你了，真的吗 ？Happy Say Say Gaga Day， 耶、yeah! ！不要难过，我整天都在期待呢。等等，我先看 Say Say 他没回来了，他不是他？等一下，你为什么知道他现在上厕所？杨过那个影片太神了，语感准备如何呢？就。还没，就是刚开始而已嘛，对，努力，加油，努力的状态。我应该是不敢得罪你的吧？怎么了，小玉？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对，你发生什么事？你们，不是，他们可能共用一间厕所，因为他们一起上，他们住在一起呀、啊。奇怪呢，还没，我今天晚餐吃很可怕，大概十点，不用讲了哦，不用在我直播间讲，不用跟我告诉这种东西。欢乐摄影世界晚安，是角色。公用厕所还是共用厕所？这不是那个梗吗？公用 IG， 公用 IG， 到底差在哪里呢？嗯 ，C C 今天肠胃不太好，为什么呢？但是如果不见，不要太意外。好，你们今天是不是一起吃饭？还有48分，卢卡可以慢慢唱。好，为什么你可以控制自己呢？等等，现在才9点。公用 SNS， 谢谢今天一切都是真相哦！谢谢小日送我告白气球，谢谢。这台怎么了？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们昨天看完《地下妹妹》之后，就是大家住在 CC 家是吗？一秒钟呢，你蹦真呢！谢谢送我丢便便 ，Thank you 好。我该开心。三崎生，拜托不要看这边学习。对，你们不要，你们如果要看三崎生直播台，真的不要这样讲话哦，绝对不要。尤其是12岁、10岁，他们还不能开播。等一下，对，绝对不行哦。甜甜圈是不是常会戳出奇怪的话题？对我来说是正常啦，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正常哦。西安晚安，三崎生妹妹会看你直播吗？我哪知道？可是他们应该会看，但不一定会看我的。
对，今天的车开完了吗？今天的车还没开，恭喜大家同机一场，哎，一张床，没有人敢回答，传给他。昨天有谁去吗？所以我说我想太多了，没事没事。你可以讲讲看，怎么了？我对你看起来很凶吗？还是？所以他们不能开呀、啊，会被污染。二十岁那个可以吧？不是每个二十岁都可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对，不然你们会说甜甜圈，哦，甜甜圈在别的直播台都乱讲话，尤其是那个。怎么可以对三提生面前讲这等话呢？什么的，一定会被骂的。对，我也会被骂你们，不是，我也会被骂，我也会骂你们哦，真的不行哦。不然他们以为前辈的那个前辈的粉丝都好奇怪哦，不行，他们会这样觉得，那千万不能看。虽然我没有想推，但还是蛮想看他们第一次直播的样子，很正常嘛，听得懂也不需要学。跟他们说直播气氛就该像这样，这真的看看每个人，对，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想法都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环境也不是生活环境，对，人生走过的路都不一样，嗯，不能丢家台可以这样讲话，那我在别人台也这样讲话，不能这样，你们要决定每个。每个台都有适合的讲话方式，对，你的声音那么高，当然要看一下，学习学习、啊。可是看我直播台可以学到什么？你们觉得呢？看我直播台可以学到什么？没有偶包的部分吗？搞不好现在三奇生在这边牵水，觉得卢卡很厉害，什么话题都能回。像我就没去，他们应该也看不懂有在开车吧？不一定哦，没有，是我太敏感。哎呀，没事啦，没有人跟你说什么吧？还是别人跟你说什么？我又不会去其他台讲话，不会，我们只对你这样，我会看人讲话的好吗？好吧，我们去看，都假装不是甜甜圈就没事了。卢卡要骂我妈好啊，四弟弟就没关系，会被你骂。我觉得有人会为了这个福利去做怪怪的事。哎，不行啦，有，就算骂你也有分两个，就是一个是有包含爱心，也不是，一个是有爱的嘛，一个是没有爱的嘛，然后做怪怪的事情嘛，就是没爱的嘛，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哦。我是会读空气的，甜甜圈人均家里做怪，什么不？你不是甜甜圈，不会不是甜甜圈。他们走过的路比较短，对呀、啊，我走过的路一定比他们丰富，就算是同个二十几岁的女生，演艺圈这方面就没有，但是其他经验我一定比他们丰富。搞不好你会成为模仿对象，我也不知道哎，可是要让他们知道，如果真的要模仿我的话，他们的女粉会很少。为什么我女粉没有？为什么我女粉都没有很多？是我直播方式的问题吗？还是因为我在直播常常做怪怪的事情，女生觉得哦这个女生好怪哦，然后就走掉。学到很多啊，学到呛甜甜圈，学到开车的日文，什么性感技巧，他们还年轻。这里学习怎么从气质主播变成搞笑主播，现在是课本学不到的日文，可以学到很棒的东西，学习怎么删出很多梗。我都在这边学开车，欸，志宏，不要这样，志宏，看别台都。
看剧，哎，看剧剧多，可以跟你学唱歌技巧。跟我学唱歌技巧，看我不做乖乖的事也会被卢卡骂。看来我是没有点点点。嗯，我也想在这里学开车。哎，不要，我的直播当然不是只会开车车，好不好？博翰是甜甜圈特约摄影师，那不就是甜甜圈的粉丝？不是甜甜圈，他不是甜甜，他不是粉丝甜甜圈，他是甜甜圈的粉丝。人生经验丰富，对呀、啊，一定的。如果可以骂我们没有爱的那种，不行，不行。你不要越说越难过。你确定有女粉吗？怎么会有人为被骂做奇怪的事？对吧，卢卡？而且怪人粉丝会很多，看看这些人。哎，不要这样，这样其他人会觉得刘家粉丝都怪怪的。不行哦，我们不能有这种，我们这不能有这种那个不好的形象。对，怪怪的只有我一个人就好了。嗯。有吧，前天不是多一个上妹妹 ，TP 女粉一直都不多啊。对啊，是没错，这是真的啦。对 ，TP 女粉本来就 ，TP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可能本来就是9:1这样。对，然后那个9:1的女生也不会，关注的成员也是大概都一样。对，嘿嘿嘿。不好意思，卡了，而且卡在很奇怪、很奇怪的表情。卢卡的风格本来就很吸引男粉，是吗？我这么搞怪，难道可以吸引男粉吗？我该开心吗？善妹妹今天有来看吗？我刚刚有看到善，不知道哎、欸。阿比晚晚安，卢卡家训班。善妹妹今天没手机，为什么？谁知道？我以前驾训班教练问我怎么进步神速，我都跟他说我都看卢卡直播。卢卡驾训班什么时候开班呢？我才不要开班，这是夸奖。好，谢谢。去别的地方讲卢卡，让我知道这些事。嗯、啊，什么意思？去别的地方讲卢卡，什么意思？等一下哦。博翰是包布大佬，不是甜甜圈，谁敢说是？不用觉得就是怪，还好很正常。卢卡才不怪，这是甜甜圈的特色，要跟其他粉丝做出区隔。卫斯怪怪帅的，怪怪的男友才。哦，不对，我好像是最怪的那个。来不及了，自信点把觉得拿掉，要怪就怪我，我愿意代替你的承受，我最怪。9.5 0.5。对，嗯，应该是大家都变怪，那怪就变正常了。了解，没有啦，只有你不怪我们怪怪的。我以为是38，跟卢卡一样。38，嗯，卢卡，如果卢卡需要女粉，我可以问你。不用，不能剪下来，在这边正常才是怪。没有，你还记得是？谁是善妹妹吗？好像小宁宁吗？宁宁，因为善妹妹跟我很熟啊，什么意思？有女犯进来看我们会装成很正常的人，女犯是不是被你们吓到了？然后说、哦、这边的男生怎么都怪怪的？嗯，刚到家了，我感觉今天。好像也不正常啊、哦，那跟我一样，可能是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啦。说谁38呢？大家都怪这样，这边正常就很怪了。我没有要剪，居然记得是3:8，不是38。小精灵。草莓酱晚安，
如果卡没有残袭女粉，我觉得甜甜圈可能要负一半的责任。女粉也不容易，对啦，吸引女生吸引女生是很，很该怎么讲呢？很难得，就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应该是天气的关系，希望Luca心情能好一点。好，希望我们心情会好一点。对，我每个月都有那个心情好的时候跟不好的时候，我现在刚好是就是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对，我可以报名残疾女粉，好啊，放假人要不要？那你要握我的时候，可能都要穿那个女仆装。欸，上次是你吗？是你穿女仆装吗？还是我记错了？我负责女粉，家人先不要，不要在我前面打那种。对，你们只有九蛋是雄鸡。那不觉得上面那些留言会吓走女粉吗？谁谁要负责玩假人吗？谁家接的真好，恭喜谁家！谁谁家家 is the best， 哇，多一个 CP。可是我不要啊。对，不要让他穿，拜托。谁谁上次是不是帮他拍照？甜点师的话，对，我记得是甜点师，对。然后下面还偷偷看得到那个他里面穿的小裤裤，应该是他吧。谢谢嘎嘎。哦，假的台语也是嘎，哇，谢谢嘎嘎。先不要，你没记住女仆装，她要穿到你记住为止，好恶心哦！谢谢嘎嘎 is the best。下次不一定是甜点师，你上次在问我要买哪一套新女装啊？你说他是谁啊？啊，你想哦，下次不一定是甜点师啊，是冯甲人上次在问你要买哪一套新女装。还问阿哲，下次 CC 可以穿那个甜点装。对 ，CC 帮他拍身形。Luca 有看过甜甜师沙龙照吗？欸，好像有，好像没有。酷家也有露小裤裤啊，欸，酷家的是不太一样哦。对，然后要说 coffee cake or me。哭家那个算大哭哭，大哭哭，哭家那个味口味好重，哭家是差点被警察抓的。对 ，Coffee Tea or Luca， 当然是 Luca。保安关心，保安应该吓到，我想说这边怎么有一个，这边怎么有一个痴汉？哦，原来那是衣服。怎么每次在收音搞事的都是同一群人？我本来考虑下单穿幼稚园那套的，要不要穿穿看？要不要穿穿看那个点点泳衣呢？双眼保安交友很多次，还好没有我的事。上次拍影片也是同一个保安来关切。哦，是哦，你们在这边做什么呢？保安跟我们也算是朋友，很熟悉。保安问：“谁派你来的？”是华姨吗？不是，是卢卡。卢卡，你口味太重了。我想一下哦 ，TP 升血，目前感觉哪一个跟你们适合？下次推坑保全了。你们到时候把安爱慕甜甜圈，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卢卡女犯。他
他就是那个跟我们朋友说生日快乐的那位。原来如此，你其实喜欢男扮女装吧？你最想要我们穿哪一套呢？所以是正常的就好。哦，生日 T， 生日 T， 当然是生日 T 啊。如果不是有说线上台湾会有女犯吗？还是没有？哦，有，但也不是主推我的啦，对，还是但他们还是就是这样，算是关注我吗？嗯，就是很开心。虽然我上次抽到纸笔是特务那套，不过那件我不敢穿。上次不是关于有认证认领了吗？安全回答，好难得，陆客不要提了。有关注就很开心，还是要找谁的 T 下次穿？不用了。什么是随着 T？ 啊，ぽんちゃん出てきたの？嗯，可愛いですね。可能不敢参加现场活动，怪人太多，有可能哦。对啊，就是被你们吓到了。但你们至少不会偷拍啊，然后也不会从头到尾跟着拿手机跟着我们上班的样子，也不会这样。对，你们都是乖乖的。但九月生鞋那套感觉可以试试看哦。你像九月生鞋是什么呢？哦哦哦。单车女孩吗？甜甜圈气场太强，新粉丝不敢靠近。其实甜甜圈都是新粉丝哎，对，新粉丝比较多，老粉丝还是推一起生的比较多。对呀，嗯，说谁是在凑谁？嗯，我不知道哦。其实蛮多人呢，蛮多奇怪的粉丝，就是。一直上班的时候一直跟着，就是从公司的那个大楼门一出去，他们就在，然后就一直拿那个手机，然后有些人从下面拍，然后说哇刘娟，哎、欸，这种真的很不 OK， 对，啊，可是他们不会叫我刘娟了，对，他们不是推我，我们很想啊，我们阳光都没拿手机出来了，真的很乖。有这种人吗？有啊，没看过吗？其他人看到我们甜甜圈快活的空气都想加入，像你吧？不是，汪萌新新粉丝，我叫小萌新啊，小萌新，我在你心中还是新粉丝。的确，我是推子萱为主。嗯，不会，我第一次跟甜甜圈见面就融入。你是，对啦，对吧？对啦，对甜甜圈人都 nice 的，还好我最正常的。我是拿着相机。卢卡有被跟过吗？卢卡的话真的还好。我也知道那些怪人都推谁，我只是带有成员群敌被出现，还自己讲的，那个也是，对啊，不能做这种事情嘛，对啊，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幸好我算正常那派的。我是被卢卡追踪，还有我都只拍逢甲人的群底。对，要拍就拍逢甲人群底，不要拍成员的群底。等一下，直接讲逢甲人太可怜了吧？不是推卢卡的也想跟我们玩，我永远都是卢卡的小萌新，够怪才能融入。还有我里面有穿裤子，嗯，好可惜，我有穿裤子。我们看洛克够吵，跟我们很搭，就让他加入了。笑死！你想被跟一次吗？我才不要嘞 ！TP 粉丝相机几年下来也升级了，跟踪那个很扯，对吧？你们应该有多多少少应该有看到。谁要拍啦？他就在其中，感觉更变态。
怕爆！我们之前在捷运灯下拍那个，也是迎来很多路人的侧目，欢迎来拍。嗯，那其实冯姐还是你这样可以保护，你可以这样保护我们的成员，就是你可以在怪人说要拍就拍我，然后成员都会那个会谢谢你说啊冯姐人。冯家人卖自己保护我们，我们成员冯家人不可能，他很可恶。自己讲完自己有点后悔，我道歉。聞こえ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怎么笑的？我下次真的要穿女装去我录卡了，欢迎欢迎，来吧。你上次就有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些粉丝有专门记录二阶名单。笑死，二界名单，嗯，不是看陆客够潮吧？那时不是带去旁边什么验资产证明才给加入，像所以你们都看他的户口，然后就说，嗯，这个可以哦，是这样吗？我先报警，哭啊！可是我觉得没人会被他吸引，哎，说不定有哦。要拍就拍我，我们石油庄的群体每个都可以拍哦，想拍先来拍我，先过我这关。先谢谢冯甲人，没有卢卡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对，冯甲人可能这段期间太久没有看到我。哎呀，你看看这个话题，这台有够怪。结果是假人穿着甜点师偷跟踪，二阶名单现在有几个呢？哎，我也好想知道哎。你会发现我跟在你后面，已经开始想前天的卢卡甜甜圈，我不要。哎，不是，这是什么？哦，这是名字哦。已经开始想前天的卢卡，底下这是谁呀、啊？强哥吗？你现场丢私讯火箭，我们才跟他讲话。我那时候拿出两撮石油田，笑死！我跟不上这台的节奏了。这就是我认识的卢卡，他会不会被路人当成成员？我好习惯，怎么会这样呢？对，是强哥，为什么要念名字？前天的卢卡是什么？我前天做什么吗？哦，两座岗。前天的卢卡是什么样的卢卡呢？我前天穿很好看的然后今天穿这么保守，所以是不是很想念？刘家今天怎么都没有穿那样的？刘家今天怎么没穿卡妹风的衣服是吗？难怪很美的卢卡，我不知道卢卡做什么，但我知道前天强哥做什么。前天强哥是不是去看，去看地下妹妹吗？强哥喜欢性感的卢卡，每天都是最可爱的卢卡。今天没有水手服吗？想看是不是？我可以穿呢、啊。哦，冯甲人帮我穿了，谢谢冯甲人。要看，请先看冯甲人。为什么卢卡知道？为什么卢卡知道呢？你觉得为什么呢？嗯？还以为他要穿前天卢卡那件，吓死！为什么卢卡知道强哥？想看给他通风报信？没有，他不是自己发限动吗？冯甲人卢卡的英雄，卢卡会通灵，不是混血吗？不是，爸妈都是日本人。冯甲人我的超人，强哥夸张，穿什么直播都可爱，谢谢。原来是自爆，对啊，都被卢卡看到了。对，我昨天，而且他还 tag 很多粉丝说谢谢谁谁谁的推广，然后大概知道谁有跟他一起去。你这特别去看，你还特别去看，
强哥很少发限动啊，难怪强哥前天那么开心，看限动感觉就很开心啊，难怪想念前天，可惜，哎呀，对啊对啊，我就没去，现在就是资讯大爆炸，大爆炸时代，网络安全很重要哦，我去。我去了解更感到卢卡的好，你知道这是常常戴绿帽的男生说的话吗？我就想知道你的好处，所以才跟别的女生，然后怎样怎样的跟去约会什么的，这一点都不是借口哦。我刚刚上完厕所回来了，卢卡是柯南，每个人回来都讲这句话。谁叫他讲的，又偷丑好渣，完了卢卡走心了，成全。啊，没办法啦 ，TP 活动就延期啊，你们一定要需要安慰的东西嘛，你们只能去看别的女生。好啦，需要到地下室疗伤。对啊，所以我也是为了了解卢卡有多好才去看三期的。你敢在韩寒面前讲一模一样的话吗？但我只是看卢卡，我有卢卡就好了。黄甲人，诶，可以看你直播 IG 啊。对，确实我这几天都没有什么更新照片，对，其他我才没兴趣。好啦，黄甲人是想要上妹妹，不要相信甲人，相信我。嗯，对呀、啊，他说可以去看，最后有回来就好。那你一定要回来。黄甲人的话，我才不信呢。韩寒怎么这么开放呢？他是不是放弃了呢？他是不是放弃？你怎么一点不相信我？哎，我看起来没有相信你吗？回来咯，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嗯，不错不错。对啦，有回来就好，有回来就好。比起没有回来，好很多。你做的话就可以信了，心还在就好。我是单纯去看表演，以前没看过。嗯，我怎么知道你以前好像有去过？只有两位在开直播，笑死！阿伯晚安，女人的直觉，嗯，谁没回来的、哦？我想一下哦，没有回来的不一定去地下了。对，对了，我可以发你的会员影片去限动吗？你可以修一下吗？是可以啦，是可以。可是我有说你的本名吗？帮我修一下那个调色啊什么的，你应该 OK 吧？就是看起来好看，又可以回变心的话题，超级好笑，没有本名。需要修吗？我不知道，欸，所以有人，哪有不好看的卢卡，只有 Bass， 只有年纪，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啊，应该是可以啊，对啊，应该。你们都是我的大宝贝，谢谢嘎嘎 is the best， 好好啊，对，他是抽到的，哎，有没有人？好像是下一批也已经抽到了，对不对？有没有人抽到？有没有人抽到的？对啊，哦，这是什么呢？姐姐不是也知道 CC 的 catchphrase 的，对呀、啊，我还是丢一下看，丢看好了。喂，可是我不知道要传给谁，我不知道要给谁，就算抽到火箭，好吧，行李箱，算了，什么酷东西？超级善同模式已开放，对、啊，这是骗钱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然后抽到火箭的人，这两年半，对，
我是真的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大家这生涯几率太低了。对呀、原本就很低，还是很低。我收到一封信，我抽的我就是卢卡的狗狗。有了小火箭呢、卢卡台从来没中过未奖意外的奖品。不要不要这样讲啦，我没有乱花。谢谢送一封信，我看过一个人抽到两只火箭，哇，这么夸张！哎，我给你们红包好不好？可是这样不知道丢。好少哦，只有最多也只有30。好啦，谢谢红包，不客气。谢谢卢卡的红包，谢谢。那我没有烂话不能抢，还是不行。对齁，我刚刚没有按追踪，我抽到16，谢谢卢卡，谢谢卢卡的红包，谢谢，谢谢卢卡的红包，谢谢大家的缘分，谢谢洛克的你最闪亮，ありがとう。一个小时了，呜，没有抢到，没关系，下次有机会。是不是因为我刚刚离开一下，所以有红包？哦，对齁，你刚刚离开了。你刚刚离开一下了，那对，还有16分钟，等一下离开的可能是 CC。 谢谢 Lake 送我告白气球，今天打算开1.5小时，没错。好吧，那下一个环节，我肚子开撑不下。他今天到底吃了什么？下次你还记得哦？对啊。CC 不要走，CC 走了我就不能唱歌。CC 肚子倒数中。CC 很准时的去上厕所。CC 不要走。10、9、8、7。他今天去比地下更邪恶的地方吃饭。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6、5、5、5。等一下，5、4，怎么可以跳过2？不是，怎么可以跳过3？2、3、1，找不到。谢谢陆克的守护灵，谢谢。哦，这是这个吗？等一下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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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梦幻告白，什么灯？不是，什么糖？好好看哦 ，Thank you， 谢谢 CC。好，他应该还没上厕所哦。OK， 那我现在就上。特效好短哦，谢谢送我巧克力，可可仙子。哦，殿堂，殿堂，怎么的呢？殿堂，梦幻告白殿堂。好酷的动画，特效跟去年的床一样长。这个比那个大床好了。哦，对，真的很漂亮，但很贵，今年不该送船了。谢谢。哇，我刚刚错过了什么？刚刚前面有人丢很漂亮的。对对，没事没事。谢谢陆克送行李箱。哦，这个52,000哦，那么贵。52,000是跟什么一样呢？我想一下，52,000，哇哇哇，破产了，只能送这个，辛苦了辛苦了。为什么他要丢啊？半价火箭，好猛，为什么丢呢？因为今天是 CSA 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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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谢谢，生日快乐哦！他现在，
比我大一岁，对，原本是同岁。哦，对，如果是台湾的话，我跟 CSA 是，我跟 CSA 是同学，对，应该是吧，是吧？对对对，对，所以 CSA 跟我同岁，但是他比我先到生日，哎，不是，他先比我先过生日，对对对，他有年龄几率了，没事，我也有。没事啊，没有很老啦，27听起来好老，闭嘴哦，青云。年轻人闭嘴哦。阿公姐，那你手机里呢？怎么快30了？没有啦，还有3年啦，有还有3年整，没事的。CC 27好老哦，闭嘴闭嘴，统统都闭嘴哦。这边还有97年次的大学生哦，不要这样了，你们碰见在我的船上，谢谢陆克的啾啾你。我才多一位数。在玩什么好玩的呢？雷军927，雷军是270，26年轻多了吧？已经是26、30了。我不要说话好了，18以上都叫老了别。对啦，18跟26没有差很多啦，对吧？没错。然后我变成30的时候，觉得20岁跟30岁其实没有差很多。嗯，对，但其实真的是啊，30跟20其实啊，30跟20还是有差，嗯，25跟30就差不多，我个人觉得，18以上都是18，我还年轻，还年轻，现在填要写年龄区间的问卷都很难过，哦，对啊，原本就是那种写年轻人，现在26到30哦。哦，哪里严格18已经是有放宽特例，100跟90就真的差不多。对我来说，姐姐都没差。哎，真的吗？所以我18，面对现实吧。嗯，那我不想过明年的生日了。我明年跟姑江同一个区间了，呜呜。哎。如果可以知道姑江的年龄呢？对我来说有差的只有是不是卢卡而已。听起来好可怕。不可怕啦，哟，年纪变大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会习惯了。他们看过年初那个生日影片，什么什么先生生日快乐，我还讲，对，那时候规定要讲本名，现在就只说 C， 现在讲 Sega 就好。明明就是卢卡偷了我的生日，哎，是吗？但体力很可怕哦，对，体力啊，或是体力啊，睡眠欲啊，食欲啊，都会改变的。三字头取暖小圈圈，没事啦，三字头没事了，没事的，没事的。卢卡在影片透露我的年龄，没办法，我是被一定要叫的。我一堆料都是卢卡报的，没有，是其他粉丝报的哦。像是那个日本国旗什么的，就是你好像是粉丝先讲的。头发变少哦，对，男生好像有这个问题。可是头发变少是不是就是40岁开始比较危险？那我自己脑补 CC 本名就好。你们都知道 CC 本名。睡欲、物欲、食欲这三个路卡怎么排？路卡怎么排？睡欲、食欲，
最后是物欲。早就有这个问题，算了，还是不要提。掉头发也是要看基因，还我没问题。要这样讲，这样基因至少60岁，好坏哟、哦。我也是30岁来的，走。いや本当に本当にじゃないわ。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你笑得很过分哦，没有哦，是粉丝先，其他粉丝先讲的哦。刚刚是谁说的？哭腔讲的。我现在也没有头发，为什么？哦，因为当兵的关系吗？本当にとは、いやいやいや、ルカの笑让我笑了，哭腔过分了。好了好了好了，头发的问题是很 delicate 的问题，所以不能拿来笑。对，11点，你看青云走心了，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卢卡很会笑粉丝，怎么可以让卢卡真心的笑呢？没有觉得很呛啊。センシティブ発言に該当そうと髪の毛の問題はデリケートなのね。まあ、髪の毛以外にもありますけど、まあ、髪の毛以外のね毛についても割とデリケートな問題なのでね。ルカ真正笑的时候很可爱。看得出来吗？この配信他にもってセンシティブ発言出てると思うけどな。だいぶ出てると思うけどね。確かに。ルカちゃん粉丝的时候很开心。走心头头。头发，你看我头发都走心了。没年轻时发量这么毛，嗯，没年轻的时候发量那么毛密。面白いから好き。ありがとう。ルカ平常是会看空气控制情绪的人，所以我都让你呛。小雨回来了，晚安。ルカ不管说什么我都很疯狂，走心。走心头头不是那个意思，不然是什么意思？等一下，头发走心是哪张？真的11点了，我就得不然是什么意思？头头是 leader 的意思哦哦，我这零头的头哦，对不起，我以为是头发的头，不是想象力，是真的是误会，真的是误会意思，头目的意思，了解了解，跟大将军差不多 ，OK OK， 我懂。这是今天精华，没有，真的不是故意，走心头头 ，OK OK OK， 走心大将军 ，OK OK，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个就是只有日本人能犯错的东西。要学到一个词的，那你们之后如果你们之后头发真的掉很多，你们也可以这样讲，对，哎，是不是走心头头？走心头头不是头头走心？对对对对对对对，动日中文的动词在前面，不是后面，对我搞错了。我太难了，卢卡脸红了。三井是多么玄学，哦，还好青云是好人，他没有直接骂我。双重打击。好，没事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不能再笑了。我是在笑我的，我是在笑我讲错，我搞错意思，不是在笑青，哎，不是在笑青云哦，千万不要误会哦。被笑又被发，
好人卡，走心头头头头走心，青云要改名了吧？他现在气到发抖啊，不行！今天青云脾气真的很好，对，虽然我其实没差，中文实在是太奥妙了，对，真的，一切都是中文很难的问题。BBQ 了 TV 很多粉丝走心头头，对对对，确实确实走心头头，不是头头走心，对对对，你开心就好。卢卡真开心，我什么时候脾气不好了？就是呢，你脾气不好唯一一次就是我的直播间有怪人的时候，你就是替我生气。卢卡见到是哦。快要十点了，那应该快结束了。10:15左右，嗯，你开心就好，今天心情好多了。真的，谢谢你们哦。我原本真的心情不太好，我也可能想太多，偷偷走心呢，偷偷走心。今天也有啊，今天啊，像我这么好脾气的人真的太少了。你脾气真的还不错啊，对，痛骂怪人。青云不是之前才很生气吗？可能之前，恶戒太多了。心情，不是我大概15分才能回来。你真的心情变好了？你们知道你在他厕所外面等呢，谁谁肠胃不太好哦。今天谁偷偷走心的？谁谁好了没？谁谁今天肚子真的不好哦？那是抖蹦吧？保重耶！谁谁差不多要上厕所哦？对，已经十点了。看来我装得很好，让你觉得我脾气不错。哦，全力第一名哇 ！Thank you 大家。谁谁保重，等你回来。还是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唱歌。有感觉我脾气好吗？你应该也不会很坏吧？对啊，你们脾气都比我好，落日一怒。我应该也算脾气好的吧？对啊，对，你们其实脾气都比我很好。真的拜拜。我在他厕所看，跟谁一起听厕所唱歌比较有 feel。但他在用力的时候都唱歌，你们先聊好痛。我看起来是坏脾气，嗯，是吗？厕所听歌会有，哦，对对对，可能有那个 echo。我脾气超不好，哦，真的吗？哦，没事，你是年轻人，听说年轻人脾气更不好，对，现在笑到肚子痛。所以我应该要现在唱吗？这个世界上我大概只能忍受你这样嘲讽。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有 echo， 原来厕所有 echo。 露凯感觉脾气也不错嘛。我平常是可以忍耐的，但是如果真的让我超级生气，我可能会爆炸。所以露凯脾气不好也就是年轻人。原来是 Echo 在 CC 厕所，原来 Echo 在 CC 厕所，哎，厕所陪 CC 人真好。所以 CC 现在陪多少人呢？一开始不是跟强哥吗？所以卢卡之前说我脾气最好是在抢我老板，没有，没有。CC 真会玩，厕所有 Echo。等一下，现在 Echo 太可怜，太可怜，莫名其妙被提名。谢谢大家的红玫瑰，阳光色粉团。欸，现在粉丝团吗？不是吧，等一下。CC 那间厕所真热闹， CC 唱歌。CC 厕所很大，没有啊。我刚刚看错，以为卢卡呛九蛋老妈，好坏。什么什么 Q 到我了吗？没事没事，我们以为你在，他们以为你在 CC 厕所里面，对，
没事没事。好啦，我现在唱，我现在唱歌 ，Echo 会出现。我真的可以先唱吗？他应该在厕所里面也在听我唱歌吧？这是什么对话？我也不知道。刚刚卡在厕所。没事，我们以为你在陪谁谁。唱吧，不要吧，等一下。所以我要，我现在要，还是我先复习？好，我先复习好了。等他回来，先让他好好，等现在他好好上厕所。对。让他当做 BGM， 对。你先来一个。谢谢 Legend 的宣评。对啊，一闪一闪很伤眼。哎，我之前被隔壁一直闪到眼睛。对，其实这个真的蛮亮。千万不要看我直播，谢谢。卢卡快打一吗？打一，打一是什么？这样吗？前面乖乖的，对，不要学哦，三七生，我们一开始要一定要乖乖的开播，对，再来放开自己。这首诗歌你会唱吗？不会吧？等一下，怎么光庭有加括号62啊？不是62，26岁。嗨嗨嗨嗨嗨！嗨大家一起唱，一起闹。
好，结束了，结束了。谁谁回来了没？上完了吗？还没吗？还没的话，我就先播别的。先唱别的。这个好了。我可以喊空，对，我要学那个宅男，不是宅男，我要学粉偶像的粉丝。耶！等一下。哇！嘿！啊，应该喜欢这样。下场的印象，你们去看地下妹妹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其实运动就做这个就好了。谢谢有宽宽了，地下更夸张一点哦，真假的？怎么戏份变了？真的很标准，谢谢谢谢。啊，对哦，现在有红包，很多路人也会来。看我，不是地下妹妹，很多地下团看的，地下团的粉丝是不是都这样？就是 TP 粉丝都是乖乖坐着，然后因为都有椅子嘛，然后就说哎，就这可以，然后就是不手不能超过自己的头上，对，还是肩膀忘记了，但是地下团好像就是都是要站着看嘛，所以有些人就喊call很夸张，然后就哎。嘿，是不是？是不是？齐飞，你现在才发现吗？我不清楚。谢谢，结束了。派对，卢卡，刚刚送礼物的时候被你电到。地下妹妹听起来很可爱。地下是直接齐飞的耶。
哦，了解。所以刚刚我跳的一样，嘎啾。他们会在中间绕圈圈。哇，谢谢森宇的搓搓泥。CC 要起飞了，没去过不太解。我知道你有去过，殿下好像都会飞起来。了解。好，那就泰文哥了，先让我喝水好不好？我先开灯。哎，凤姐是不是被我吓到？凤姐，你快吓到我了。我讲被我吓到了，他跑去客厅，太可怜了，我们都被吓到了。刚刚在玩刺激的东西，哦，刚刚是浪花吗？哎呀，我没有抢到。刚刚在跟朋友吃饭，请问今天直播档是不是一定要补？对，今天补档才知道什么是走心头头。对，走心头头的意思，头头走心的意思。对，你应该会知道。好，来吧。这首歌叫千麦106，啊，千麦，我不知道，应该是泰国的都市的名字，还是，我也不知道哎，千麦是哪里？都市名字吗 ？CGM 是千麦那边，千麦，啊，城市名，了解，千麦。都市名好了 ，OK。CGM 也是可能是从这边，对，OK。好了，我第一次来看我直播，不好意思哦，刚刚让你们看到那么奇怪的一面，但我其实本身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对。バンコクの北に700キロメートルぐらいのとこ。ほう言われてもあんまピンとこないけどね好那就正常的唱歌吧对然后我泰文没有很好就ねね口音什么的口音发音什么就希望不要太在意嗯来咯要贴到太好了，不用啦。
所有意外成長してゆく心に似ている不安な花を咲かせながら時には思い悩んで大人になってゆく冬の空の下から見守ってくれた誰かの存在支えになった未来はいつも姿見せずに待っているようで吐き甘えないように愛とは涙大地は新しい芽を出す苦しいことも悲しいことも喜びに変え笑顔になれるいつだって明日は来る你唱错了，我也不知道。哎、啊，对不起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好，算了。谢谢 C C 的红包 ，C C 日快乐。好，那目前啊，目前，之前年历活动的时候的，那年点歌。对，目前他们已经点我的，好像都已经唱好了。So, 太鼓没接触，いや。もうカタカナにして読んだだけだから、一応Google 翻訳とかも聞きながら勉強し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れで合ってるのか分からない自分で。对，点歌到一段落了，对对，接下来是重返，对我先处理，不是处理，我先，对，下一个就是重返的。每次到泰国都被当成当地人的我觉得标准，点歌下台一鞠躬。那接下来点歌要干嘛呢？你要处理谁怕？不是水手服吗？哎，不是冯家人帮我穿吗？啊，水手服啊，对对对对对，好，水手服，等一下，水手服，对，舞蹈，没错，下一个应该是，中文那次是有破万的都有吧，就是好像是第七名以内的样子，然后前三还是前四可以点两首，我有点忘记了，对，但我还是，如果你们想要别的，除了点歌之外的。都可以改掉，对，但是你现在前七名以内的已经有点歌的歌曲，我已经开始听了，我已经开始学了，对，年历还没结束呢，对，还没结束，
如果是假人 cover， 我下次会唱，可能会带到，好可怕哦！点歌之外，点歌不能改的意思，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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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之外的，对对对对对，点歌可以点歌，对他只要有前妻的话就可以点歌 ，OK。好啦，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咯。ワンちゃんごめんね。点歌以外的可以改，点歌的话点歌后就不能改。那我要谷歌，可以改成什么你自己决定。啊，上次的表里面应该都可以。对，真的辛苦大家了。谢谢悄悄哥的告白气球，对，今天过得蛮开心，爱你们。看到卢卡心情好一点，太棒了，耶！不要让你们吓到就好了。这个生日真开心，爱卢卡，我爱你。三次表里面的都可以吗？那可以全都要吗？当然不行。希望心情好一点。我再想一下，我要改什么在小日子？好吧，上次的表呢有包括全部这个选啊，全部除了全部以外都可以。最后上次有全部，看到你心情变，我就满足了。直播辛苦了，我还有一首还没点，一直在等你告一段落。哦，对，对耶，其实好像蛮多人都没有点歌。我才怕卢卡吓到，直播辛苦了，我爱你，我爱你的，我也一直不敢点，没事啊，可以啊，可以点一下。看一下现在有什么歌呢？点歌，前七名，然后第一名好像可以，哎，不是前四名好像可以两首嘛，目前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对，然后其中啊日文歌只有两首，英文歌四首，中文歌两首，对。哦，欢迎回来，社员把他们处理掉吗？嗯，什么意思？他们是谁？我还在犹豫。没关系，慢慢来吧。奇怪的语言，我好像这次就拒绝了，说我只能台日中。日文歌是你会唱的吗？我没有唱过这首，但应该我会学一下。对对对，看来这次没有大魔王，算有吧。有啦有啦，还是有很难唱的歌。台语好难哦！啊，不会很难，不会很难。而且那首蛮好听的，因为我还没点吧。对，应该还是有哦，还是有，就很难唱的歌，就是像啊，这首还好。等一下，我先关掉。我很认真的找英文的歌曲，都没什么好的歌曲歌，真的好难唱。有奇奇怪怪的歌吗？奇奇怪怪的就没有。对，谁谁又预约明年生日的歌吗？一定又是谁谁。我应该如果十月没有公演的话，应该可以处理。不是处理，可以好好的学。可是水手服，我在想怎么办呢？卢卡会的台语蛮多的，上次台语。效果不错。好，就今天就差不多了，我要念板咯。你先专心音乐剧，不急。音乐剧，对吼，突然觉得好可怕。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毕业前一定可以的。十月没有公演吗？好像我不确定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哦，谢谢青云说，我说说你，对，有的话我就要好好练习 reset 的东西，加油，期待音乐剧，卢卡最棒了，要撑住，嗯，
毕业后还也可以，毕业后还哦，我毕业后可能快要三十，还是三十几岁。哎、欸，那时候我的声音可能不是这样。一凡，谢谢说梦幻泡泡，还是走心头头的戳戳你啊！这是走心头头的戳戳，了解了解，谢谢走心头头的戳戳你。你不管几岁，我都会喜欢的，真的吗？三十也可以跳了，对了，那就缓一辈子吧。不会变太多，听说女生会变低，对，就是歌声可能就是以前有些音域比较好唱，长大之后就没办法这样。三十岁真的随便跳一下就很蠢，对啊，我现在也是。嗯，跟十八岁的时候就很明显的不一样。嗯，变低，什么变低？你才26呢，对呀、啊，但还是比一般26岁有体育啦，放心，你还没30呢。我说毕业后，跟18当然不能比呀、啊，还早了，你还有好几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听说有一定比例觉得敏感的人到一个年纪会失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哎、欸。看来卢卡刚安排慢跑了。嗯哼，好，日版应该差不多了，我看一下哦。对，今天的第十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九名是恰恰哥，谢谢恰恰哥。第八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七名是关泰，谢谢关泰。哎、欸，关泰最近才来看我哎、欸。第六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五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四名是社员，谢谢社员。第三名是蓝蓝陆克，谢谢陆克。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然后第一名是送我，那个叫什么天堂什么的，殿堂吗？忘记那是什么，突然忘记了，五万二的浪漫特效，忘记那个叫什么，梦幻告白，过来当点那个，殿堂吗？这里是天堂吗？我们结婚的地方 ，OK， 谢谢 C C。谢谢 C C 的殿堂，五万二，对，半价，开心，再送一次就知道，不用这样，来了，谢谢，很开心，卢卡忘了再送一次，不要这样哦，你们，不要为难寿星哦，哦。马尾与发圈，等等再看好了。卢卡最近要注意防疫，我直接少了六个同事。哎、欸，对，好可怕，真的要小心。你们要小心哦。SH， 哦对，刚刚我看 YouTube 就是突然出现。哎、欸，我认真问你们哦。你没有出现过 Nemo Hamo Rumor TTP 版的广告吗？我也少了一个怕爆，我还可以送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卢卡少七个都没说话，没有，没看到，没有什么广告。谢谢 CC 送我丢便便，谢谢。YT 的广告我不知道哎、欸，不止 YT 的。这是刚刚的吗？谢谢刚刚，哎、欸，不要这样，我没在看广告的，我有 premium 啊，好哦，原来你们都是 premium，OK，、okay, 对，因为我目前我没有 premium 嘛，然后就是每次看 YouTube 都是会出现两三个，对，还是 IG 有，我说实话 ，IG 跟 YouTube 都没有看过六单的广告，对。我又没有会员的账号，也是没看到广告。YT 我有 Premium， 其他地方没看到。我只有狗狗手游的广告。哎、欸，真的，我也是那个画圈，然后就是这边有很多蜜蜂，
是那个吗？然后那个蜜蜂就是会咬那个，会咬吗？会刺那只狗狗。可能不能推送范围，怎么突然这样问？就想问问看呢，想问问看有没有广真的有广告吗？这样。有买广告哦，因为我没看过，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没有，其实没有买。那个我也看了，对不对？画八的那个，对，就是画圈圈，然后就是让狗狗不要，就是让不要让哎、欸、不要蜜蜂让哎、欸、让狗狗让蜜蜂不要靠近狗狗的游戏，那个超多超烦哎、欸，真的很烦哎、欸。蜜蜂狗狗超烂的游戏，那个超烦 ，IG 一堆蜜蜂叮狗狗的，我觉得狗狗好痛，对啊，而且那个狗狗的脸也不是很欠揍的表情吗？我今天跟朋友说这个广告都没人听得懂 ，Ruka 会玩吗？其实我有玩过，我有玩过，买广告可能很花钱，对。应该真的没有，那应该真的100%没有买广告。嗯，如果有看过，这样听起来不错吧？搞不好是卖国外的广告。哦，为什么买国外的？要买应该是台湾的吧？因为对吧？他们都乱花我快70，真的。通常这种游戏他们都不会，游戏里面的人都很不会玩啊，广告里面的人。人都很不会玩游戏，蜜蜂会穿过那个字，我忍不住下载，我下载后还是会出现那个广告。哎，你帮讲，没掉吗？好玩吗？就无聊的时候玩一下，但这其实是卡牌游戏，对。卢卡拿波也是很弱，外地点阅不是都国外点了？要讲中的朋友跟越南朋友观看，所以要买国外的，这样有用吗？哪里？ぽんちゃん昨日あのパソコン入れた時にここに来たもんね。今日だっけ？昨日だっけ？忘れたわ。气死！看到他们玩不好就会很气。对啊，游戏有时候广告内容跟游戏完全不一样。很多都是这样。可愛いですね今日も。寂しかったの？口が臭いねボンちゃん。ボンちゃん嘴巴好臭哦。好啦，ぽんちゃん拜拜，ごめん拜拜，拜拜，寂しかったね。ぽんちゃん可能刚吃完东西。ぽんちゃん一直都这么大、啊，他已经不会再长大了。他又不是小猫咪。哎，加油加油！好啦，真的要拜拜了。大家晚安，爱你们！快有两个小时，不是已经两个小时了哇！下次直播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对，还有4天哦，你们不要太想我哦。好，爱你们！我讲我拜拜算了呢，晚安，陆可晚安，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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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Plus 晚安，小小晚安。黑口晚安，拜拜，加油 ，Chris 晚安，博成晚安，我也想你 ，CC 晚安，我也爱你，冠宇晚安，怎么可能不想你？对对，黑口晚安 ，Sam 晚安 ，CC 晚安，还要等礼拜五，加油，旅馆晚安，晚安，贝布辛苦了，晚安，不能太想你，对哦，不行哦，好啦，好了，一个一个念，不好意思，我真的。已经两个小时了，我真的要关播，拜拜。